切由华研主导。喂，怎么连出席一个代言活动都要由华研主导啦？22日，炎亚纶出席牙膏活动。不过，小记者怎么记得 Ella 也代言过牙膏？难道是因为他传出要出走华研，所以这机会就落到亚纶手上了吗？一切由华研主导。我也听不懂华研主导什么。对，我也在等待华研他们主导什么这样子。对，所以没有啊，这个事情我对。微笑以待。会影响到你的发片计划吗？还是说反而更多资源在你身上？我不知道，我们想去问一下。会啊，像你看这个牙膏就来找我了。对，那其实我们公司很多人牙齿都很漂亮。对。Ella 牙齿哦，Ella牙齿哦，蛮漂亮的。Hebe牙齿也很有特色。Selina 牙齿也很棒，我只要是合约还有的就会有健康。对，有合约就有啊，没有合约就当然不能。对啊，你看，对。看亚纶这么注重口腔保健，没想到在拍吻戏时竟然这么不卫生。有时候会碰到熟的朋友在演戏，比如说像跟曾志乔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有对赌过，就是要不要吃蒜头，就是互相陷害这样。但后来大家也就是。只是敢讲，但是不敢做，因为这蒜头太味道太重了。亚纶就是神，连回答个时事问题都能把话题扯回口腔保健上，真的太强啦！非凡娱乐台湾报道。